么女人啊，做事都不经大脑。我看你就是心情不好。对，我就是心情不好。世君，花很美吗？开心什么？张医生，请问你是来电影院看诊？世君，那你们呢？来电影院谈工作吗？我曼桢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世君是带设计师来看电影，学服装设计的。那你们谈你们的工作，我们聊我们的工作。顾曼桢，你过来。世君，放手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我，好，我就在这里说，顾曼桢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现在可以请大神来，请他来为我证明。我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玉锦哥哥是为了让我高兴，庆祝我第一天上班，才带我来看电影的。所以你现在开心都不用跟我分享了。我倒是想跟你分享，我不是怕打扰你吗？我知道你忙，忙医院，忙龙泰。我忙是为了谁呀？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？我还不够体谅你吗？你爸爸在医院，我躲着不见，你忙着开业，我心甘情愿地远远地看着你。我把所有的痛苦都藏在我心里，我就是不想给你添一点负担。而你呢，你又体谅我多少了？玉锦哥哥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是看我找不到方向才会给我点盏灯。与其陷入你我相互埋怨的困境当中，我倒不如把能量分给孩子们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一天都不会烦。所以现在跟我在一起待了一会儿，你就觉得烦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抓着我的画饼吗？你变了。人家随便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就相信了吗？爱可以改变世界吗？你还说了他的话。陈世君，你跟别人订婚我说什么了吗？我不就来看个电影吗？至于盘无死罪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只是来看电影而已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看。我可不想白白浪费电影票。